篮球迷们，大家好，辛苦了！辛苦了，玉成。马上来聊一下，就在刚刚大概几分钟前吧。对。你是怎么样带着那个心情来踏上前面打击区？就在这边。是。那我也比较直接一点，前面几次可能从刚开赛，可能也是第一次遇到对方的先发投手。教练团还有所有的球员们，我们都是拿最好的自己，然后在这个球场上为展现为你们，然后给你们看这样子。掌声送给张玉成以及富邦悍将的团队每一份子。既然你刚刚有提到有大家的支持，那相信在场内一定包含在主场或客场都听得到大家的应援声，以及到最后大家还是相信悍将可以逆转拿下胜利。有没有什么话送给看直播锁定的以及现场支持悍将的每一位球迷朋友？现在应该已经10点多了，真的很感谢在现场你们有从第一局到最后一局永不放弃的为我们球员加油，然后还有前面电视机在看 live 的球迷们，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们。那接下来的日子我们继续加油，谢谢你们，谢谢张玉成。好，玉成，接下来上一次呢，你跟我说你的应援曲太简单了，这一次呢，我们就一首一首来，我们先来。一首一定要跳的，既然你都打出全垒打了，你要自己好好跳一下，可以吧？来。以及最后再见全垒打，张玉成再次掌声送给他，非常感谢所有悍将家人，尽管前面没有那么顺利，但是到最后我们还是相信悍将，一起坚持到最后一刻，谢谢大家今晚的莅临，但也别忘了待会还有我们的铁粉席，最后再让你感受一下全场对你的爱，张玉成我爱你，全场一二三来加油！张天科还有铁粉席的活动，再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珍珍来做主持的工作，谢谢。感谢今天陪伴我们一起奋战到最后一刻的悍将家人们。接下来呢，就是我们8月21号铁粉席的时间了，所以呢，现在呢，也要邀请各位悍将家人们可以陆陆续续。